这个是作品。先来咳咳，先来一个旁白。嗯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抽 Christmas 的礼物了。好，然后呢？七天在这吗？对，这是七天。我们要猜拳了，谁先拿？好，刀石头布，第一嘛，剪刀石头布。我最后好了。K K 先拿。K K 不用了啦。啊好，闭眼睛，闭眼睛。加一个，那个比我好，我当天每天都。不是拿礼物啦，是拿签。这么想要我？没错。这么想要我？该我。就好，一二三，公布。来，不要拿错。真的哎，转错了，错了。哎，这个礼物就是选给你的啊。好损，你怎么拿自己？你选给他的吗？那就给他。做出道纪念。出道纪念，一定要用哦 ，cosplay 要用。那平常没有 cos。那你怎么摆？不会。你还画图哎？对啊，那我拿自己的哦，好恐怖！我明天拿一个跟你换吧，我可以拿一个跟你换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再换一个，我再从没有从小没有个手机这样子你看，对，那么好消灾耶！我有一个那个，不要再从再从买一个啊！我买一个，多买一个，你要不要？你这么好，拿不来就拿不掉。那个对，我们是叫外星保险套吗？保险套吗？保险套吗？我买那个像，还是什么按摩棒啊？手机带。我原本想要上面画，我不晓得画，我忘记来不及。我可以笔，我可以在上面画图。你现场画，可以把它画图的过程录下来。可是我不知道绒布。不画太久了，是要录一个小时。不是，帮你画图过程。没有，可是问题是绒布可以画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。那可以带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三个定了方法。我可以开了吗？很好笑哎，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了。对啊，绒布我都没有画过。包好大一包。因为红色，我觉得嘿。哎，好有喜气哦。耶，好像红包袋。这个再送你一个包装纸。耶，包装纸。白纸。我干嘛？这个是。三人自嗨，三人自嗨 Christmas 的交换礼物。哎，我本来想说刚好给我个汽车用，这个还比较适合转出来的，我发现。我觉得你好适合红黑哦。你要那个吗？大马天。我可以换你的那个吗？哪个？这个吗？嚣张啊！好啊，你要嚣张给。请你拿去澳洲用吧。耶！我们是那个很会对方设想的兄弟。好朋友。把明天用相机给礼物堆合照了，真的太北了。打开，你帮他怎么拆？我没拆，我没拆。猜，你不是最喜欢拆漫画第一次吗？不要，我都忘记了。你买的看就知道了啊，很安全的颜色，转转也可以用，你可以用啊。可是我本来就只觉得转转不会想用这么难看的颜色。刚刚跟别人出去玩多少钱？跟我们出去交换。我交出去残暴一点，残暴一点，快猜。没有，因为我身上没有花。把它撕开。为什么那个图片不要好不好？我们就要共鸣。算是红包袋，看起来像红包。玉山银行红包袋，我掉一大叠。是戏子吗？银色龟的，不错，听广告的那个银色，没有，可以会用才有。哎，教你用吧。先改天再用。它这个是打底的，然后就是你可以你这最浅，不知道，帮他画。现在。我皮肤间，我现在都没有画眼睛，现在画，而且眼睛没什么关系，对吗？刚画一块卖铁板。他心动，他心动。看，不要。好了，我们拿我们的礼物来跟拍照。他们都叫我去试一次。耶，这是我们的礼物。